一讲起黑社会大佬，大家都会谂起佢哋凶神恶煞嗰个款，好似圣火坐馆沙田咪咁样，公然同警察示爱，真系认真少见啦。上个星期就是水房现任坐馆大妈的结婚大日子，摆六十位不少江湖上的重量级人物，好像水房金主白花姐、少壮派大佬叶仔等等都有到场，当然不少得沙田咪啦。难怪当日有差不多成百个 OG 反黑和 PTO 到场 set 晒 counter， 个个入场都要登记啊。开心过后，沙田咪就揸返佢架橙色林宝坚尼走啦，点知就遇到警方嘅路障要吹波仔啊。好彩好彩，吹波仔过关，唔怪得知沙田咪咁开心啦。影架车你咪影咯。哇哇哇，仲以为佢心情好，估唔到情绪嘅嘢话变就变，点解我哋无啦啦俾佢闹？可能我哋唔系差人啩？哎，架子巴闭系你啦！